国行 PS5 价格迎来新史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 PS5 手柄、微软的 XS 叉，价格都不错。但也就是这两天，我整理如下，给各位参考。首先，国行 PS5 光驱版3098，这是官方店铺的价格。PS5 国行数字2549，虽然数字版价格可以，但是不推荐国行数字。国行 PS5 手柄336，如果去某平台带补贴的是326。国行的 Xbox XS X 3388，这也是大平台的官方店铺，这个价格很给力，平时原价都得等。XS X 国行手柄369，黑色的还是带线的，平时不带线的都得400出头。国行的说完了，下面说日版的 PS5 光驱日版2999，日常价是3399。任天堂 Switch OLED 的日版，某平台带补贴的价格是1818。如果各位要买日版的机器，一定要找售后比较好的，是带补贴的大店铺。对于新手小白同学来说，我还是推荐国行机器，主要是有质保，机器保2年，手柄保1年。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你平时想买，苦于价格高，现在便宜了。如果你还想再等等，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，欢迎收看下集。男人消费不如狗，怎么破？